本座白云国际机场不仅仅只有围栏，还有围墙。这一段就是围栏和围墙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这一段它就是围墙。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一段是用围墙而不是围栏。本视频都是在明星村拍的，机场围栏附近。这里就是机场围栏，这里有个转弯的地方。这里是 02R 跑道最南端的围栏。本视频带大家从各个角度看飞机降落。飞机由南往北降落的话，在明星村这里才能看到飞机降落，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。